们太小看阿美了好不好，小看阿美了。我刚刚薛伯仁他传了，我不是做了那个健检检查吗？他说你所有肠道的菌都是吃油的。他说肥胖风险评估我是80%，易胖体质是吗？请问我现在看起来肥胖80%，你不是假的胖，是真的天生胖。天生真的胖，真的很过分哎。就是天生真的胖。那你给我的那个益生菌可以吃吗？那你觉得这一季要叫做 What a Life 还是 No It's What a Why？ 不要打我！安娜，你才1岁，你不能离开家里。他想要自己出去啊，再过两个。安娜。还没有到离家出走的年纪，真的，我没有对你那么好。几岁？几岁是可以离家出走的年纪？18吧，也是我。18岁就可以离家出走？那爸爸应该不行。爸爸几岁是可以离家出走的年纪？他现在就可以离家出走了。哎呦，他家人这个门打得开就可以走。哎呦，走啊，出去啊，你来，来。是你啦，你这样子，你啦，不是，你这样子，这样，爸爸不知道在干嘛。这样，好，你这样，来，拉。你，妈妈走你很久了。你最爱谁？安娜，你最爱谁？娃娃。那爸爸最爱谁？哇。妈妈。我觉得是他私底下教他的，头上这班，这完全就是站在我这一国的，没有挖洞给我跳。安娜最爱爸爸，爸爸最爱妈妈。That's right。最近就是昨天我也没有运动到，所以我就是心里面有点 guilty 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想说要运动2次才行，因为我昨天就是真的太累，因为我们前天吵架到1点多。2点多，快三点，快三点，什么2点多？那天晚上睡觉，我想说那天凉凉的，我就没有开冷气。然后他跟我说：“你没有开冷气哦，你昨天是门口好热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没开冷气，因为我觉得天气凉凉的，不用开冷气。”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这样热，我就做一些奇怪梦。”我说：“你又做什么奇怪梦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反正就起来心情很不好。”他在梦里面就觉得是故意的吧？就是吵架到三点，然后不给我开冷气，是啥？今天的目标是要跑多少？10K 哦。啊、嗯，好可怕、哦！不会，不会，好多人一起跑，好开心啊！开始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太夸张了！剩8秒。已经不想跑。现在不太想理镜头了哦，怒火值大概8分了。我真的，任何人跟我讲，我会直接怒。不然叫妹，我们吃拉面哈。啊，吃拉面。对哦。那你们跑步的时候，头脑都在想？跟阿美去跑步的时候，阿美也是会呼吸不顺的状况。然后那时候就跟我教她呼吸。嗯。然后这是我以前热爱跑步的时候悟出的人生道理。是什么？你只要专注于吐气，不要管吸气。吐。吐，你的身体会自己帮你吸。你只要专注于你能够给予什么，不要管你获得什么。哇，你是什么运动哲理大师是不是？那你觉得你有受用吗？没有。我每次跑大安的时候，我的心情都是这样。跑这一段是短的，等一下到那边才叫开始，然后开始完就会有一个最短的、最舒服的、轻松的。然后最后的这一段就是回家。OK， 你心里面有这个想法，每一段你都可以克服过去。我旁边讲好多大道理，然后我就越火，居然说请你不要再讲。哎，我们今天会这样都是他害的，好不好？都他害的，他害的，他救我们全部的人啊！又那时候说跑马拉松，他说他抱你就会抱的时候，你是知情的吗？当然我知道啊。
有一天我跟提虎还有 Betty， 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就互呛，然后我就说那这样我抱。我老婆就会抱，我老婆抱 ，Betty 就要抱 ，Betty 如果抱的话 ，T 五也要抱。我说干，最好是这样，来啊来啊。我说好。那你说你抱阿梅就会抱的时候，阿梅知道这件事吗？阿梅那个时候喝大概半醉，所以阿梅就跟 Betty 说，来啊来啊，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没有，那个时候是我跟 Steve 在那边就是呛来呛去，他就讲了一句，如果你跑半马，我就抱全马。我说当然啊，那来就立刻就抱。结果隔天他马上抱半马，就因为这样，大家就跟自己的老婆讲，然后就抱抱抱抱抱。二十一，隔天你有后悔吗？当然，你认识他，真的后悔。我想说，你知道喝酒都会让你壮胆，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还好吧，二十一 K， 然后我们两个。所以现在的极限是8K， 对，然后比赛是二十一，对，8K 真的很难哎。啊？你这个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一定会拍到。落泪进终点，一定会拍到。这么神速哦！一定会拍到当天比赛，绝对十几公里开始哭，哭，边跑边哭，边跑边哭，抽筋哭，抽就把我现在讲的这个话跟他当天比赛的状态对接在一起。我跟你说呢，现在我就要练得更勤，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。好，那这是女生的面。哎呦，嗨，嗨，你们好。Not ready 吗？不 ready 要被关了。今天的状态怎么样？是 OK 的。心情愉悦。对。心平气和。对。我终于感受到风景美丽这一块。Oh. 需要喝水。快到，快到。冲一下，冲一下！站起来！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快快快！还没到，还没到，还没到终点线！耶！教练很严格。十一 K， 十一 K 耶！耶！十一 K！ Oh my god！ 重点是你今天都没停哎，真的，我们都要哭了。十一 K 的意思就是像这样的东西两次，比赛就结束了。我觉得这个没有人很鼓励人心。哇！起来，终点线，终点线，快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收点钱。西瓜汁。又回到家的时候，你就要出现在家里。我觉得他会腻了。真的哦，我觉得他会，你问问看他。就如果他今天回家发现你还在，还没回来，会怎么样吗？我就没有看到想，我觉得他不会到生气，那应该会念我一下。我们都是那个很有责任感，都要算好时间这样，然后避免吵架，对，家庭纠纷，对，然后时间快到了，赶快五杯 shot 就下去。那我们喝一下吗？今天又收工，十二点前要回到家。嗯，你觉得作为一个太太，嗯，需要比丈夫提早回家等他？嗯，需要，因为你在录音。那一定要差不多时间啊，不能就是拖太久这样子。可是万一他在这边跟朋友玩得很尽兴啊，你们等一下不想放他走怎么办？我会放他走。你会吗？哇，你们这些很友善的。因为我被有骂过，因为他被骂过，被骂过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知道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被骂过。你说你觉得女生怎么样？很天生很需要被需要，被需要。所以比如佑哥说，今天晚上我收工回到家就想要看到你，这样子是 OK 的。很 OK 啊，我就是 sorry 不用去，我立刻回家。所以上次医生怎么说？上次说我不是那个天生是跑者吗？跑者的脚脚弓，你摸这边，这边这一块就是支撑你的足弓的啊。还是因为我的足弓就是需要更多的支撑，因为他说我是厉害的跑者。这几天已经没那么痛了吗？我觉得特别是今天，我今天没那么痛，没那么痛。上那天按完就没比较好了。你干嘛这个脸？我是不是说，他如果是一个很厉害的跑者，一个礼拜就好了？
现在还没有到一个礼拜，才两天呢。所以他是一个，你懂吗 ？Pro 的跑者 ，Pro， 他全身都具备着一个跑者所需要的元素。你看他的脚，他的脚足弓又是那种跑者的脚，他的肠胃又是有特别会吸收油脂。为什么跑者要吸收油脂？啊、我跟你讲，真正好的运动员，他们是需要身体有油脂来燃烧他的。哦，天生运动家，所以他是天生运动员啊，因为他现在就是很容易吸收油。我们热敷大概10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用泡冰，抓，发，抓，你听我口令可以？这管很多哎。发，抓，发，石头，布。剪刀，两个剪，剪刀，抓，好难哦！好像是有哎、欸，